大家好，我是老田。今天两个小孩都不在家里吃饭，田婶呢也不想在家里吃饭，我来老家来蹭顿饭啊。抹点盐，抹点香菜，老辣椒。香菜搞下去，菜特别下饭。一碗肉。面在干嘛？吃饭了。依依昨天晚上都没回去睡，跟邻居家这个小朋友一起睡的，他现在是乐不思蜀。拉牛啊，大山拉牛啊，谢谢你，不是蛇瓜。嗯，那我不用吃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就是正宗的土鸡土鸭，吃青菜米糠。快吃饭了。你不吃饭？我不想吃，为什么饿？你吃油条。这个好吃，要辣。嗯，好吃。我再尝一下。这盐是辣的吗？嗯。盐是辣的，可以。嗯，我妈也喜欢吃。你妈也喜欢吃？嗯，人家就不应该吃，人家不应该牛辣的。这蘸油条吃可以。嗯，好的吗？这可以。以后啊，那田浩辉吃了那个，他开始说不吃饭，再搞一碗，真这个好吃啊！你看这个在我们这叫那个盐水辣子，香菜辣椒。他们那边叫香菜，我们这叫盐水。嗯，所以以后娶老婆啊，以后你娶老婆啊，尽量娶本地的，不要娶外地的，那饮食习惯不一样。你看这个。让我咬一口，嗯，你是不是加完了还有吗？还有一点点，嗯，包少了。没拿，你拿什么吃的？你在皮肤不好，你忘鱼了，你忘鱼让你生。我都拍给大家看了，用点盐，一点香菜，一点辣椒，一倒就好了。用料，我们是用料。料。鱼啊，没有点鱼吗？抓我们就在里面嘛。嗯，老板，你留到你们骂留着不看了？我留到给你骂留着不看了。你说为什么我妈的鸡胸肉好吃吗？你不是天天弄，我妈天天弄，天天弄给你吃的，对啊。